这什么东西？网路吗？任性吗？对对对，对，网路任性民房这样子。好，那先把麦克风，等一下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对，直接打开。哎、欸，哦，啊，好，有吗？可以。好，那麦克风交给 Paul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做那数位任性中，我们今天有那个 Mesh 的装置，那我们有一些 Live Demo 传教，那我们给 Sean 来介绍。就这样，好 ，OK， 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那这是我们是数位任性中，那简单讲 ，Mesh Taxi 就是用，继续讲，好 ，Mesh Taxi 就是用就是透过 LoRa， 然后它是用923 MHz， 不用 license， 不用无线就是不用执照的无线电，那透过你的手机用跟一个装置连蓝牙，然后装置就会跟装置之间透过 LoRa 传递。那在市区内大概有我们试过点对点有5公里的传输距离，然后它是 mesh 网路，所以每一台就可以当中继站，所以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就是互相就是说不需要去中心化。当我们基础建设死掉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通讯方式这样子。那当然频宽很低，所以它基本上只能传路径导航点或是讯息，没有办法来传照片跟档案。但假设我们今天只要连线，那就是说灾害发生的情况下，光是能传通讯、能区分 GPS 就可以做提供很多事情了。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开源专案。那当然，这个专案有一些麻烦问题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它是一个开源专案，我们 build 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去除掉所有中国制的通讯晶片，所以目前都是非中国制产的。因为我知道，对大家会对这个有一点疑虑。那当然，它可以用中继站，它可以有做很多事情，然后对非常非常省电。那这个电池我只充过一次电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它还有电了。对，那可以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省电，你可以用太阳能板，然后就可以让它活着好一段时间。那大概就这样，对对，这是 Mesh Taxi， 我省略很多细节，但因为我们只有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赶快的通过把特色跟大家讲。那大概就像这样，对，好，那谢谢 Sean。 那当初就是有他这整套的 solution， 应该如果包含 PCB 板还有那些焊接什么的，我记得多少钱？1500-2000块价，所以我们目前是应该还会在 scale， 不是 scale， 就是我们如果有兴趣玩的人，可能会弄个团购，然后看一下说，我们就是收纳材料费，那我自己也会买一些，就是待会可以在那 civil defense， 如果有兴趣的人，我们就在上面看一下，大家可以合购一下，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。那今天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去规划，因为 Ronnie 先前他有把所有 GNV Hack MD 的那些资料全部爬下来，放到那个 GitHub 上面。所以而且不大，只有60-70 MB 而已，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文字档案，所以其实没有很大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，你可以现在扫这个 QR code， 然后进去看。因为刚才 Ronnie 和那个 Super 他们有把这个离线版的一个 HackMD 的架构给弄下来，然后之后会开始 build 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感谢今天参与者有 Super、Sean、那 Ben 还有 L 还有 Kevin、Ronnie 还有我。那如果大家想要有更进一步的知道接下来讯息的话，可以扫这个 QR code 然后进去。然后我知道刚才小学校也有人扫了一模一样的 QR code。那我们在今天的所有的提案结束，成果发表结束之后，你扫完的人可以过来找我这个人，然后拿你的小饼干。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人也可以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记得要开照着这个共笔里面的资讯，然后打开频道通知，看你随便你想开哪个频道通知都可以。你要开 General， 你要开 Random 零。你要开 Civil Defense 都可以，反正只要开一个，反正我待会会确认。那就是想要拿小饼干的，你现在还可以做这件事情。那想要因为五分钟还没到，我感觉还有很多时间。那如果对这 Mesh Testing 的装置有兴趣，那我目前有在把感谢像就是先前有踩过很多坑，那我们有把这些 PCB 软，那还有一些剩下的通讯晶片和有了没有的天线的成本正在估，然后就是2000块以下一个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，我们待会在 Civil Defense 会开一个 thread， 然后看一下有兴趣的人，我们可以填个表单之类的，反正可以先加一啦，就是有兴趣的可以先这样。我好几分钟，我是时间很多是不是？还有80秒，我还有80秒，然后就大家慢慢扫。那你可以现在照着里面的那个资讯，它里面会跟你讲说要去下载手机的 app， 然后进入 GNV 的 Slack。下一次要什么时候办？下一次要什么？你说数位任性松吗？扫不到，你可以站起来往前。没有，大家扫不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好，对对对，谢谢。
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它里面会跟你讲说要怎么样下载 GMV 的 Slack 的 app， 不是 GMV， 反正就 Slack 的 app。然后它里面会一步 step by step 的跟你讲说怎么打开 GMV Slack 的频道通知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漏接你有兴趣频道的资讯。那就是这个不是通到 Civil Defense 的，这是通到 GMV 的 Slack，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加入。那时间还应该还有30秒，大家慢慢扫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扫不到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黑白对比不够啦。黑白对比不够。不够啊。那你待会再过来找我扫 QR code。好，那应该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感谢 Paul 就是分享他们的酷东东。好，那下一个应该是。